委托合法地政士，房地交易有保障。阿元，听说你最近买房子啦？对啊，不过我平常要上班，没办法请假，还没办过户啊。我阿姨最近也买房子，她是找地政士办过户，你也可以试试。啊？地政士？地政士是什么？就是以前所称的代书啦，正确的名称其实是地政士。听阿姨说，她委托的地政士很专业，服务很棒，省下不少时间呢。你阿姨是找哪位地政士啊？可靠吗？是朋友介绍的合法地政士，他还特地到内政部网站查过呢。我问他找哪位地政士，有消息再赖给你哦。好哦，你一定要帮我问哦。查询合法开业地政士，请至内政部地政士资讯系统。你也可以自己到淘宝网的参考资讯查询指定地点附近的合法地政士。